我们现在呢是在黄东平结束了训练之后，然后直接把他拉到了场边来拍我们的这个开包。黄东平，中国国家羽毛球队混双王牌选手，在场上能燃爆全场的他，在场下却很容易和大家打成一片。作为一个南方姑娘，她的身上少了一分温婉，却多了一分英气。虽然八岁就离家开始学习羽毛球，但是她的包里却一直盛满了家人的爱。你能先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你包里大概有些什么吗？你猜一下吧。都是一些玩偶，然后必胜手幅，必胜玉手。哦，玉手。哦，就是保佑必胜的。然后还有一个 Mickey， 我就是 Mickey。 对，但是我看那个上面好像有一个字，这是黄，他叫阿黄，这个小柴犬叫阿黄，我给他取的，这是我给他取的名字。然后这边还有一个，这个是粉丝送的，然后这是我生日的时候送的，上面有一些对我的祝福。有什么啊、有什么祝福啊？肯定是冠军拿到手软这些啊！肯定是冠军拿到手软这些啊！冠军拿到手软这些啊！哇，给大家看一下，一个包里有多少牌子？还有一个是已经被我拿出来的，这都是牌子。Seven， 为什么会要放这么多牌子？因为有时候打完以后拍线会断掉，然后想就要及时那个换牌子。然后那你能认得出来，就是你平常最常用的一个牌子是哪个？可以啊，就最这也可以最烂的牌子，敲横最多就是我最经常用的啊。而且我后面有时候会贴东西，会有那个不一样的标。哦，这个后面有写黄东平。哎，你给大家看一下，有。这是也是别人给你做的吗？还是？对，还有我自己买的贴纸。这个还有点棒，又是 Mickey， 棒啊！然后有一个小的这个贴纸是专门贴在这个拍柄后面的。为什么不给它换上呢？还不着急换吗？到比赛的时候再换。不是，那个还没掉呢，省吃俭用。好不容易有粉丝送点东西，还不是省着点用？听到没有，粉丝抓紧多送一点，要不然都舍不得用。然后这边呢，就是平时换的衣服，因为每天训练都会，第一段练完会湿好几套衣服，所以每天要带很多很多衣服。所以你包里会放几套备用的衣服？我每天上午训练的时候三套，下午训练的时候两套，这样的嘛，一天至少五六套衣服。对，因为我可能是因为胖，很爱出汗。然后。这个小袋子呢，里面是一些准备活动激活需要的红领巾。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。对，红领巾，来，你拿了红领巾。哦，这个是那个弹力带嘛？对，这个我知道的呀。然后还有一些，我刚才真的以为是红滚的啊。这个是叫什么球？地雷。就是滚脚啊，滚任何你觉得疼的地方都可以滚的。就是越哪里越疼滚哪里，对，就放松治疗的作用。哎，这个很像一个，就是女生一般会拿这个放化妆品，化妆用品。我们运动员没办法，就只能放这个器械。就是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。果然，女孩子和女孩子还是不一样的。是一个保命的东西，但这个东西不能碰哦。不能碰，你还摸它？我可以碰，你们不能碰。我怕你们碰了就不好，就不打开看看。就只能是他自己碰的，只能我自己。这是保命东西一号。一号老大 number one。 有二号、三号、四号都在哪里啊？二号、三号，谢谢。哦，在另外一个袋子里。你看，好命吗？还有，全是。这是几号？二号、三号、四号、五号、六号、这个七号、八号。这个我记得比较，这个是在武汉那个什么什么什么，就是那个武汉最著名的那个寺庙，叫什么寺庙呢？
归元禅寺。什么归元禅寺？哦，归元，然后完了后求的一个住持。住什么的？住什么的？说你记得比较清楚的呢？反正这个，武汉求的，武汉求的，这两个是一样的。妈妈、爸爸、奶奶去南海求的，这个还是记得比较清楚，还是爸妈给的吗？家里人给的，爸妈、爷爷奶奶给的东西，记得非常清楚。这个，我很小就出去了嘛，他们就是不知道，没办法，没什么办法想，只能想这些办法。哦，这个好像是什么心想事成的啊。那你现在心里最想的是什么？那不能说，说出来就不灵了。对，这个就是好运来，给我来个背景音乐。好运来，好运来，祝你好运来。这个吃货必备的零食。刚刚还在说自己胖，怎么转两种？突然间就开始，因为我就是一个非常容易低血糖的人，就我练得稍微累一点，我如果不及时加餐不补东西的话，我就很容易晕，所以我的包里永远都会有零食，糖零食。那这些像是队里的他们队医啊或者什么会允许你们吃这些东西？尽量吃那种低脂低糖的。是这样吧，我一种给你一样，一种给你一个吧，好吃吧。我一看别人吃东西我就想咽口水，想吃。不是想给你一块，是啊，我个人经不起吃的诱惑。那这个我们俩一人一半好了，显示我们关系好。哦，也行，一人一半，感情不散，感情不散。在黄东平的背包里，我们看到了很多护身符，这些护身符都是家人满满的爱。希望这些爱的加持能陪伴黄东平站在奥运赛场，并且越走越远。冠军背包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。